们来 Chestnut Farm 跟 Warner Farm， 但 Warner 没有了。今天是 Easter， 哎 ，Chestnut 10块钱，然后 Warner 多少钱？收到。不是啊，收到哦。这里拿个桶就可以开始了。Picked up earlier, soft the ground now. It has a split, but you have a feel of that one. It's the same, very solid. So I know that's a good one. Okay, so with the solid, it's good. Solid, it's good. Yep, squishy, no good. Okay. Oh, squishy, no good. Thank you. 他说里面有 bathroom.With the toilets, rubbish. Okay? Yeah. Okay. You cannot be fussy enough. Yeah. Okay? Okay. So,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kids? I think hard and shiny. Okay. Oh, good. Thank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squish 的不好，他说。还有含刺。很硬的，很硬哎，这颗。而且很亮。那个真的很刺哎，这个。你穿那个鞋子还好吗？哦，爆开。这个就是不行的，这个不要了。他说 squishy 的就是不好，就是可以压下去的。哎，这个蛮硬的啊。都还有刺，因为它都是还硬。可是我想要剪大颗的，那颗也是好的，可是这个比较小。超多的，可是我想要剪看看有没有自己可以开的，比较小颗，你看这都，这是有点 squish， 我要想要大颗。可是那等一下你就要倒出来。哇，这都是人家，是不是人家怎样不要的？这个是他们自己开过的，他们就是开了，然后自己剪。一剪地上超多的，然后要挑那个硬的。那剪1公斤而已吧。够了吧？那里哪有1公斤？到底是吗？去厕所。这个应该是不行的。squish， 那这个有 squish 吗？那不能压下去。我知道啊，这个有 squish 吗？对啊，刺很刺，真的。就是有点小，像找大哥。那要不要厕所啊？我一直在厕所啊。好多、哦，然后走没两步又想要停下来。
可是这没有外面的大颗，外面超级大颗，地上好多好多，我觉得要找到没开过可能有点难吧。这个，这么小颗。新鲜的，而且还蛮亮的。香。然后，哎，有两颗哦。这是还没有长大的。还没有好的。这是还没有长大，这个还没长大。嗯。所以一颗里面可能有两三颗这样。想要找那个没开过。吧，哎，这个啊，嗯，那这要怎么开啊？他要拿茄子钳吧。还有这里，那这个都是啊，这个啊，这颗，那这颗留着。剪啊！没开过，要采吗？还是怎么样？好刺！那你采一下它。我们什么工具都没带。有吗？没有带。我在夹子，刚才没看到。对，夹子。好刺哦，那你为什么不拿夹子呢？这个有亮然后硬硬的，这个有亮然后硬硬的。Walnuts 啊， Walnuts 能剪这么多？ Walnuts 对啊，可以在这边野餐，捡栗子，不用入门票。核桃一公斤十块，啊，不是，核桃卖完了，就剩栗子一公斤十块。我找到一只好大颗的，人类最大颗，很硬 ，shiny。
这个。就用手很小心的刺。这个就好。好刺哦。三个小的还没有长大。这地上好多栗子哦，很多都没有剪出来。哇，这真的好刺哦。戴手套。对，这应该刚刚掉下来没多久而已，绿色的。这个好像，哎，这里，绿色的，这个也还没开，你来踩它，还是你要用钳子？好大颗哦，好大颗哦！那另外一颗就小颗，那就踩这颗吗？这个没有开。有啊，烂掉了啦。哦，是哦，它可能很小吧。对啊，这个好大颗啊！我刚捡到一个很大颗的。看这里还有没有绿色的？想看树上的吗？人家可能都不想开了吧。可以买到这个，那个是青的。哎，还有三颗，哎，它也没开过的。那个很大颗啊，你踩一下吗？好大颗，这个好饱，这个好饱满哦。嗯，这个超大颗。哎呦，哦，剥出来还好，但是很新鲜。可以开始。你怎么那么多颗？嗯，那个不行。这里，
踩这个树叶的声音，听起来很疗愈。这个怪癖，大家有大家的怪癖吗？When you need them, kind of trouble. Thank you. Well, good, thank you.